甜的凉，喝个拿铁热的。喝拿铁好哦，那你稍等。啊，我伫厝边隔壁尔，像您讲，十轮转，滑轮就转。对，来弄了吗？对，啊，这里给你加。怎么这么好？哦，3-5时我就煮个，炒个米粉去给他吃啊。我是慈济的委员，我是很希望说，因为我在行这条路，我知道这条路好，我保你行好路。哎，他就真的是我的会员。我结婚之前呢，我在花莲的铁路局上班，那也造就我后来做慈济更敢去跟人讲话啦。啊，78年受证，我是在第10组，89年我就接培训的干事哈，个案也看过了哈，接公关。还有接组里面的副组长，我做慈济没有什么障碍。年轻的时候，老公我要去登花莲做慈院志工，他都让我去。啊，现在一老啊，你先生爱甲照顾啊。啊，现在退休年岁大哈，身体去年开始就慢慢的退化，他甚至于拢唔捌人咧，所以你就一定要陪在他旁边呐。所以说，现在一些功能就传承给年轻一代的啦。少年拢我要做主持了，吃到爱个狗。没有想过要休息耶，这个自己这上年都唔敢讲伊要休困，我敢讲休困吗？自己找来的。